今天早上起来感觉精神状态还可以。为了迎接今天新的一天，我就要加把努力，因为今天是芭蕾课的打分的一天，所以而且今天还有现代舞的老师来指导，所以要更加努力。上课就是比昨天难，然后有一个动作八个八拍特别难，但是状态感觉比昨天好一点了，因为动作都是记过的，然后就是继续努力吧，因为今天是打分，所以有点紧张。我要那个去舞台上练习现代舞，等会有老师来指导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赶紧抓紧时间要去调整好自己，因为那个台很斜，所以要赶快适应。You focus with your arms here. That's it. Eight stretches. Second. And go with your hips back. And now you're going. That's it. Going. Getting up. Putting the feet.今天第一次在台上跳现代舞，觉得台很斜，重心都不稳，觉得还是要多适应，因为它这动作幅度特别大，然后感觉特别不适应。这个老师教课很快速度，脑子要反应很快，然后要多加练习。上完现代舞以后，我等会儿准备去上那个现代舞课。现代舞课的东西也非常多，但我还要去复习。台上的时间很紧，所以要抓紧时间适应。时间不多了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然后希望能更好的去参加比赛。然后等会儿的现代舞课也是在斜梯上，这样可以更快的帮助我能适应一下斜台。我感觉今天的课就是一样的动作比昨天的要会很多，然后跳得好一点，但是今天出了一个更长的组合，所以我们回去还是我们的 homework， 然后我们得自己努力去练习，然后明天做得更好。这次来洛桑参加比赛是和我的同学朋友还有老师一起来的，但主要是我们自己，靠自己努力，然后在这个剧场里面每天上课安排呀，然后休息吃饭都是主要靠自己。新的一天要结束了，明天要努力加油，拜拜。